启禀皇上，罪臣松云跪在路旁求见呢。松云在哪儿？那儿。却告诉他，朕不见。皇上，就不打算再见松云大人一面了？哎，朕说过，此生不再见他，总不能出尔反尔吧？这。儿臣恭请皇阿玛圣安。天公作美，皇阿玛，明天一定是个围猎的好天气。朕哪还有心思围猎呀？皇阿玛，您是出来散心的，烦心的事儿都暂且放一放吧。兵部行印找到了吗？回禀父皇，还没有。先把相关官员拘禁起来，听候发落。这。万岁爷，您歇会儿。皇上，刚刚收到奏报，河南、山东连降暴雨，致使黄河决口，是三个县被洪水淹没。朝廷为治河花上千万两银子呀，怎么还会这样？这无巧不成书啊，皇上。这刚好有御史弹劾吴敬，说他玩忽职守，是滥用治河款。立刻将吴敬叫刑部查办，从严惩处。这。哎，皇上，皇上怎么了？皇上，快去，快叫太医呀！哎，太医，皇上没事吧？皇上。真是怎么了？你们怎么都在这儿？皇阿玛，您的龙体不大舒服，刚睡过一会儿。啊，朕想起来了，朕是晕过去了。好了，朕现在没事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年宁，你留下。皇阿玛，年宁，朕一直以来有好多话要对你说，平时难得有这样的机会，今天朕就好好跟你说说。儿臣愿听皇阿玛教诲。咱们大清啊，现在有三件最要紧的事儿，那就是吏治、水患、鸦片，这些你都清楚吗？这前两件事儿是多年的积弊，后一件呢，是近年来才滋长起来的。
这三件事当中，有一件事要是解决不好，大清就会被拖垮了呀。朕遇疾以来，便致力于解决头两件事，可是迄今为止收效甚微，朕心里不安呐。长久以来，因为朝中有广兴乱政，致使阿玛心愿难随啊。如今广兴已除，可是朕的身边却没有可用之人了，何世太昏聩无能，乐宝心思难料，这两个人都不能委以重任呢。而最信任的两个人，现在却又不能起复重用。皇阿玛说的是松云和戴君元吧？为什么现在不能起复？这两个人啊，是朕亲自把他们从身边赶走的。现在朝中这几个人呢，又不肯替他们说话，朕总不能无缘无故的就把他们召回吧。出尔反尔，朕的面子往哪儿搁呀？皇上，皇上，传太医，太医，快进来。这皇上的意思是，两天，两个月，两年。皇上是说两江总督，两广总督。父皇是说那两位大臣吗？父皇要见他们。速传松云、戴君元前来见驾。松云大人，皇上想见你。戴君元，松云，叩见，叩见皇上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亲，小人愿君子真。不是好皇帝。不，皇上贤明仁厚，是个好皇上。大清就托付给你们了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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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。公公，皇上冰天了，皇上冰天了。